大家好，我在长沙 X30 Pro 长沙分会上5G 体验。来，我们现在来开箱，现在这是个伪开箱，已经开过一次箱了啊。来，我们也是第一时间上手，来，我们来开箱看一下今年的这个 X30 Pro 如何。我们打开包装 X30 Pro， 维果 5G。 好，我们打开，这是一个盒子，我们手机打开。好，它是一个一个板块。好，下面有耳机，我们看一下耳机。这是耳机，好，充电器，来，我们看一下充电器啊。好，充电器，5伏2分或9伏2安，然后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30多瓦的快充。好，我们看这个，好，这是厂家附送的手机壳。好，手机壳。好，保修卡这里，好，这是数据线，好，这里我们放一边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手机。好，那我们把保护膜撕掉。好，这是手机本体。这是一个伪开箱，已经开过一次箱了。好，来我们看一下啊，这是 X30 Pro 绯红版，这个颜色，绯红，还有一个白色，还有一个蓝色，还有黑色，这是绯红颜色，非常漂亮的颜色啊。好，它是一个单挖孔屏，来我们看一下啊。好，这是一个单挖孔屏啊。那我们看这里有很小的一个挖孔，单挖孔屏。好，这是一个 X30。这一个是指纹沾染器的，这亮面的。但还是很漂亮，这款机子。这是非常漂亮的一款机子。刚刚好看。它的一个卖点就是拍照。那我们看一下拍照啊。非常清楚。这个也可以拍得很清楚，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，我们看一下对面那个地图，我们可以看到啊。